兴趣和能力，人格形成是大题，不是功课得第一，人生就有好出息。做人处事要得体，要从礼貌打根基，是从生活教育起，训练孩子思考力，生活必须多参与，对错之间要明理，勇于修正非争赢，沟通能力最要紧，人际关系受欢迎，情绪疏解要关心，学会自己承担起，有梦最美实践力，以上种种要整理，答案都在经络里，来写经络好习题，每经课中常提起，散发微笑功德心，一生才华用不尽呀，用不尽，动动动。好，第二首，广角人生照相机，时时刻刻都惊奇，要从视觉先说起，还是现象都可以，进来电视一开启，没有好事可惊喜，倒是荒唐生日起，这是什么的世纪，少年频频出问题，父母师长找解题，那是心灵的叛逆，故意惹事被注意，广角视野被遮蔽，这是人生的悲剧，历史不断在哭泣，过程记录经络里，等到生命的终期，穴道就会有抗议，若想改善这难题，就从家庭先谈起，父母必须先学习养生经络，提供您认识人生的太极，生活肯定笑咪咪呀，笑咪咪。谢谢大家。哇，养生经络学来以后，你就生活就笑眯眯啦。谢谢我们的美清老师，大家再热烈掌声鼓一下。